看这一题，他要你化简这个式子，那我就给他通分了啊、哦。这个的话等于多少？四分之多少呢？哦，这四分之上下乘以四嘛，就八，八 a 啊、哦，啊减掉呢 a 减三 b， 啊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四分之八 a 减 a 是七 a 了。然后负号乘进去，负一乘以负三就正三，加上三 b， 所以是四分之七 a 加三 b， 答案应该要选 C。